黑子王上状态不是很好，就喝了三个。来，要不要去你？你跟我说这个，你吹牛逼能不能？这个什么鬼啤酒500毫升的，好大！我喝了第四个。你再敲准，重新开，一人开一瓶来，一人开一瓶来，吹瓶来。干他！我以为被他吓到了，我操！我以为他吓到了，我开了啊！我是假的。来，我是假的。啊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社会大学，来，男人不能来，开了来，吹瓶嘛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我认我举三角不举三角，好想说一下，这是我写到的。晚上怎么说呢？有点大衣服啊。什么叫票？票不值钱，衣服才值钱。人一定要有钱，哦，要不然都没那个咱们喝酒，知道吗？好，我坐你，我不知道怎么聊。给大家看一下老板家的房子啊，一样，我们这边标配啊，因为面积太大，没办法。谢老板家怎么讲，可能也是超过1000平的哈，低调一点，超过1000平。我们标准，我们每一些的标准。咱们低调一点好不好？那我的目标是3000平啊，然后我现在只有1000平，我在3层，差不多哈，OK 啊，非常好。老弟。来，我借谢老板的酒倒一下，要不然他都不跟我喝酒，只能喝他的酒，没办法。这都喝一些什么不认识的酒？这是泡沫好多哦，好黄的那种。来，我是代配的啊。好，感谢谢老板晚上的盛情款待哦。那我先干了啊，先干为敬。干了啊。那你们两个干。我干不了，我不干。但凡你有我那区区一两寸，也不至于这样。没有，明天赶紧去丰原说两条，不然你受不了。我喝不了了，已经醉了。你是上面大还是下面大？我感觉你上面大，下面还是小小，是不是两斤？黑总，打人不打脸，好不好？你这个社会，啊，是这个社会打人不打脸啊？像我一样，打人不打脸。难道你要我叫你小胖吗？不要。嗯，不喝，来不了。你不要摸肚子，我没肚子，但是我下面还凸起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其实你刚才那个高度哦，刚刚好可以弄他一脸的。实力危机。OK， 来，你们两个人来。来，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。好，我先掐掉，为了避免谢老板的尴尬，我先掐掉啊。OK 哦，一会儿休息10分钟。好，一会儿看一下啊。你那么痛苦吗？我现在已经咱们是喝的是快乐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喝的是痛苦。吹瓶可以不吹，但是可以倒杯哦。就给你打包票，今天晚上100%，那么这种莆田话叫斑马，100%，那是放炮啊，100%，可能100%不止100%。好，我先干啊。谢老板低调了啊。你吹瓶的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音质啊，你那个飒爽啊，已经在全网留下最起码超过300万的印象。要不要？要。黑总已经进入状态了，谢老板其实还在热身当中。哎，看看我的眼神表。那天晚上他说，一看我喝完那个酒的那最后的那个表情，你知道好多网友是真的是，恨不得穿过屏幕亲你一满嘴呀，满嘴舌吻的那种法式舌吻。哎，上面一管啊，不要看这个手机。是吧？轮流来吗？马上就轮到你啊！轮流来吗？那我给你，我赶紧先关了，一会儿要不然拍到我比较难看的一面哈。深呼吸，来。赶紧关了，关了，我先关了，要不然我受不了。开一瓶啊，哦！真的，我准备马上又开一瓶啊，哦！来，谢老板，你要是亲我一口，我就不开。赶紧过去亲一口。啊！过来了，别开了。你这个吻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比全网10万少女，我最起码可以最早得到啊。要么你开，要么我开，要么你亲我一口。我不敢亲，我怕晚上多晕了。晚上我是睡不着。
谢老板了，你这样真的是不太好。啊，没有，老板就是老板。黑总，就算我腿翘得再高，对，气势就不行。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一直明着讲，人为什么要赚钱，为的就是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。好，来吧，为咱们的赚钱喝一杯。来，谢老板，谢谢。可以。啊，好。真的不是假的，假的。你空杯提起来，我就很高兴的，知道吗？能让你谢老板举起空杯，我们已经满意足了，你知道吧？心满意足。有点听不懂。没有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啊。我给你们打底。谢老板的大虾我都舍不得吃了，我就是拿起来看看。你吃一条喝一瓶，谢老板晚上已经下过毒咒了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只是看看，我都动都不动。嗯，好的。